俏佳人。中华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丰富多彩的内容，以及深透的中华文化的精湛理论。中华民族把武术作为技击术，通过武术锻炼，掌握和提高防身自卫的技能；把武术作为健身术，通过武术锻炼，强健体魄，益寿延年；还把武术作为修身术，通过武术锻炼，体悟武术的文化内涵，陶冶情操，完善人格。在武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，逐步形成了100多个年龄有序、潜力明晰、风格独特、自成体系的拳种。中国武术协会审定并监制出版的这套《中华武藏》，以收藏这些历史遗存的拳种技艺为目的，以求记录下这些拳种传承到当今的发展状况，展示出各拳种流派传人中较有代表性的技法、技能和风格特点。以影视形式制成的这部《中华武藏》，以动态性、直观性、真实性，显示出它有别于文字性收藏的特点。这对探索传统武术、研究武术传统、传承武术技艺、分享习练武术的功能，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泛的社会价值。这就是陈氏太极拳。自明末
清初太极拳鼻祖陈王庭创编太极拳以来，太极拳就以其独特的技击与健身功能，在技击与强身健体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陈氏太极拳有陈氏老架、陈氏新架之分。近代流传的陈氏太极拳一路和二路，第一路动分静合，不断变化，体现出柔缠中显柔缓稳的特色。太极拳是东方体育文化的一块瑰宝，是中华武坛的一支艳丽的奇葩。300多年来，经过历代宗师的发扬光大，繁衍出陈、杨、武、吴、孙等不同风格的套路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太极拳那集气机、健身、意志和修静于一体的运动方式，蕴藏着东方哲学韵味的深刻内涵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所认识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及影响，遍及世界。望男，生于1945年10月13日，河南省温县陈家沟人，曾任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、第七届河南省政协委员、河南省陈氏太极拳主席、河南省武协副主席、河南省体委、省武术馆副馆长。自7岁开始，从父亲陈兆旭习练家传陈氏太极拳。后师承伯父陈兆胚、叔父陈兆奎深造，精研陈氏太极老架、新架各种功法及铸板器械，功底深厚，技艺精湛，有擅长推手技击和擒拿格斗，为陈氏太极拳第11代嫡宗传人。1980年至1982年，参加全国武术太极拳比赛，连续3年获金牌。1985年，代表中国队在西安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中获太极拳冠军。同年出访日本，并受海外各国邀请授意。1986年，评为武术高级教练，担任河南省太极拳比赛总裁判长，参加制定全国太极拳比赛规格规则。1988年，获得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颁发的武术贡献奖。1978年，河南电视台拍摄《全乡行》中担任主演，在电影《神丐》中担任武打设计，《太极神功》《少林弟子》中担任武术顾问。1983年，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《陈氏太极拳》中担任主演。著有《世传陈氏太极拳》《陈氏38式太极拳》等书。1990年，移居澳大利亚，巡回教学于亚、美、澳各州诸国。2002年4月12日，在捷克总统府受到总统接见，是韩国远光大学的客座教授，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。1994年，被温县第3届国际太极拳年会评为太极拳大师，是当代名扬国际的太极拳名家，有四大金刚之首之美誉。从2004年起，陈小旺为陈家沟、陈家祠堂、陈王庭铜像捐款120万，为中华五藏大型画册捐款20万。
无偿配合焦作室出版太极拳中小学教程。陈氏太极推手是在练好陈氏太极拳架的基础上进行的。陈氏太极推手就是两人搭手相互缠绕，根据太极拳粘粘连随松活弹抖，不丢不顶，圆转自如，避实就虚，持巧不持力的原则，将抓拿摔踢打等基本方法融为一体，运用棚、捋、挤、按、踩、裂、肘、靠八种方法和进别，练习全身皮肤感觉和体内感觉的灵敏性，以达到人不知我，我独知人，意在人先，趁势借力，克敌制胜的目的，是一种练习高超积极技能的方法。练习太极拳架是知己功夫，练习推手是知彼功夫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。练习推手是检验拳术功夫层次的重要标准，古拳论云，一阴九阳跟头棍，二阴八阳是散手，三阴七阳犹觉硬，四阴六阳力好手，唯有五阳并五阴，阴阳不偏称妙手，妙手一运一太极，太极一运化乌有。这个目的呢，练习反应。第一个目的呢，通过推手，可以发现自己动作哪一点丢和点细致不同，产生双重或不利的因素。那么发现了以后，从架子里头改正，要通过推手来校正架子。举个例子，好像做木工，一个腿儿做一个眼，一个腿还有个血，
崔氏叫蓝窗，李个蓝窗，炫也正好套上，也练得对。崔我这个地方走得很圆滑，对。左门空呢，一耳左到这边，熊对到这边，一直哦，他错了，很明显，就像推手，然后推过来了，嗯，第二个是得不了，这个是拳架里头一定有很多动作类似这样，那么这个练拳架走到这个地方，怎么会转化过去？所以这是第二个作用，第一个作用呢，练习反应，反应包括打和化。什么时机可以发起，什么时机松柔并发，练习的准确恰如其分。就像昨天我讲得机得时，反应包括奏化和进攻。第二个就是通过推手发现自己哪一点违背，才进行了被动到拳架里面的缺陷，通过推手校正拳架。那么传统的推手分五种，第一种是外化，第一种定步推手，定步推手现在比较流行，第三种是活步进一退一，第四种呢是打圆腿扑了地，第三种一样但幅度打出去，第五种乱踩滑，乱踩滑就没有这个套路规定，你想什么时候变就变，乱没有规定接近三十，但传统的练法呢，初上来练练外化，练到一定程度再练定步推手，功夫再深一点，活步打圆，比较好的功夫才好。那现在呢？初学者能不能学推手？能学推手。初学者呢，练推手的时候，像两个人在一起练太极一样，寻找运动规律，校正拳架，不要强行想赢和输都要太计较。以校正拳架为主，两个人推手，两个人一起做太极拳，以这个为主，初学者也可以练推手。现在呢，我就把第一种和第二种、第三种、第四种先介绍一下。Thank you.
把这个地方呢设我的界限，把这个地方我要变，不可以就在这个城，所以这个地方我要变，我变呢它的力量呢就变得更强，它是随着谁在变，变成它进攻力，它的我呢一化身我进，进来的中心，把这呢是它的中心开始变。然后呢，他换一地，换一处地形，可以的。到我的中心呢，但这里呢，我是主动；到这里呢，他是主动；到这里呢，他是主动；到这里我是主动。行。
手挽花，同担挽花步法相同，双方上左步或右步均可，同出双臂，两小臂相接捧住，双方手臂在里在外均可，但必须有一人领进，另一人随进，结合重心前后左右移动，在身法腰劲的带动下，两臂相互缠绕，连绵不断，粘连不散，快慢相间，上下相随，里外相合，随即应变。Thank you.
顺步推手，双方相对站立，黄方提右腿上步成功步，同时伸右臂捧起，右手立掌高与肩平，左手立掌轻抚于右肘内侧，红方提左腿上步与黄方右腿外侧，同时提起双臂，左手腕轻贴对方右肘关节外侧，右手腕接对方右肘关节，黄方右臂向右前方用挤劲缠绕，红方左掌化开黄方挤劲，双手按住黄方左手和左肘，黄方重心在前，红方重心在后，红方重心前移，用双手按对方，黄方重心后移，身体略左转，用上捋劲，红方沉肘变挤劲，捧住对方手臂，黄方重心前移，其右手按住对方右手，左手按住对方右肘，向前按并外挤，同时红方重心右移，双手臂缠住对方，右手臂向下捋，黄方右手臂外翻上捧，重心后移，提右腿后倒一步，左手臂随之贴于对方右肘外侧，同时红方随黄方外翻上捧倒步，右手臂捧住劲，重心前移，提右脚上一步于黄方左腿里侧，左手臂随之抚于右臂内侧，与黄方左手相合，红方用挤劲以右臂向前方缠绕对方左臂，捧住左肘，左手接黄方左手腕便捋劲，黄方双手臂缠绕后按于红方左手肘，红方重心在前，黄方重心在后，黄方重心前移，并用双手按住对方，红方重心后移，用上捋劲将对方捋空，黄方随即沉肘，用挤劲缠绕红方左臂，捧住红方右臂便捋劲，红方重心前移，合住劲按黄方右手右肘，以右手为主向前按并外挤，左手抚于右臂内侧，同时黄方重心右移，双手臂绕住红方右手臂向下捋，红方随即身体下沉，右手臂外翻上捧，提右腿倒一步，左手臂随之轻贴对方右肘外侧，同时黄方用右臂捧出劲，提右腿上一步于红方左腿内侧，左手臂随之抚于右臂内侧，与红方左手相合。
大理的推法是在第三种顺步推手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推手法。按第三种方法推几圈后，双方身体运动幅度加大，在行进中尽量让小腿肚铺地。随着手法旁捋几按的缠绕，双腿在下边左右盘旋。又称活步推手，与顺步推手的方法相同，用旁捋几按四正手和一进一退的步伐推几圈后，手法不变，而步伐灵活多变，或进或退，舍己从人，随机应变。使两臂缠绵不断，触觉如秤准之灵，其表现是两足缠绵不断线，足跟牢固一久全，练到两臂如秤灵，愈加毫厘在一肩。按我的本身呢是往这边，我呢别变。
吉利。绿云河，在这个地方一转，小鬼推磨是最容易去。你看，这里有贵州，这里有。这个地方呢，水那边外白水，过来走到半山，转了头，对方上了半山，转过来，转头，我没上过，没上，上了半山，我这一遍。一个小龟推磨，有些推磨啊，另外一个呢，满头小须，一个这啪的一点力，啪的一点，满头小须，在这边呢，嘴巴，大声声，嘴巴，小龟推磨这个地方，在这边呢。一打咒法，在这边也是一个黑的咒法，包括前面呢擒拿，两个人一起擒拿，他给你擒拿我，先擒拿我，把那个擒拿进到这里。现在的这个位置，啊，我这呢，送这个马的是用进来，拿，我可以变变一半，变一半。哎，不然过来我可以变高一点，拿这个关节。然后到这个地方呢，谁就可以拿我下来，可以拿我下来，我呢可以拿上面，大家看我下面怎么走，用不用拿着我下来，我的下面上面呢，这边呢这边一起，这边拿着一起呢，这边一起，这边一起，这个解法，这个脚同时拿在这里，就是你，别把这里拿到我这，你拿，这拿得很痛，我这个地方不能动，可是我单一部位能够活起来，把这个地方你留下，来，这个地方活起来一半，同时呢。从这地方喝，把这个地方可以这样，这样拿就行。如果这样拿着以后呢，你看。这样拿着呢。变一点，从这一点，虚惊，这样。Thank you.
车不是吗？
看着啊，盯紧。他问你他拿我的怎么倒了？慢慢的啊，拿我很疼。我这一转呢，就打身上。单边呢，这么一转呢，就这个地方。然后我再拿你里边呢，先变这个地方，变这个地方。往下呢，啊，到这，到这有了，是吧？到这有了。那你个俩，你俩一起来拿我。这样，你倒狠啊，这样，那再说。我的吗？他两个一溜呢，都别到下边。这慢慢的接，大家看，用劲，慢慢的很用劲，啊，一变，都到我手上。这个是单边，这个是斜形，斜形也一样。啊，最不好办的是这种形，啊，这种形很长啊。哎，你们两个一起。别怕，我不会上。两个手，对，来一个一个，他清楚了，先弄这个啊。哎，大家看，他很疼的，怎么办呢？你看，一重又摔死，一摔下去了，哎，一重又转，哎，这个转。好，这往上抽的，往下抽的，用转法。现在是往下抽的，下面看，看虽然哪儿这个地方很痛，这个地方没有办法，哎，这个地方解脱，对不对啊？那另外，他们往上一点，哎，这个是很痛，你看这个地方到了，对不对？好好，好吧，两个人一起来该怎么办？都用心，用心，都到了，这个没啥意义。第二个方法，四个人一起来，四个人一起来，就一个人呢抓手，一个人呢抓着肘关节，在他在他。你抓手，抓手呢？你可以这样，啊，也可以这样，啊，你就任意啊。一个是抓这个关节，一个抓手的心，看抓关节，抓手，这个很痛的，你看。他虽然两个人，四个人抓住我，如今都抓住我这个两个胳膊不能动的，我一动就疼了。那可能我是单天都没有抓。摸不着了，对不对？这就这个道理。好，然后啊，一疼一分劲，用一分劲；二用一半劲；三全力，